喂，唔係喎，阿嚴大哥，我啱喺西門嚟，你帶我嚟南城門，你想攀我走啊？當然唔出啦。嚴大哥，你行咗咁多路，又行埋城樓啦，我真係好攰啊！麻煩你可唔可以同我揾間酒店啊？哎，真好，真係少意思啊！希人泰賓館喎，喂，我想住酒店喎。這個就是酒店，客棧這個是客棧。又客栈又宾馆，好乱喎！咁样搞到我，这是咱们平遥古城特色。城内70多家酒店，大多数为客栈形式。走吧，进去看一下。哦，好啊。你好，你好，开一间房子吧。好。哇，嚴大哥，呢度真係亭台樓閣、鳥語花香，一啲都唔覺得好殘舊，仲有一陣好濃烈嘅古色古香味道喎。當然啦，走吧，帶你去房間看一下。哦，好啊。其实一般客栈房间就分为标准房和实炕，这一间应该是双人房，两个人来睡，但是如果够瘦的话，三个人睡也是可以的，房费摊分的话也挺划算的。房费喎，系喎，咁靓嘅房实好贵啦。喂，大佬，我穷游嚟噶，一个人啃晒我唔掂噶。一般标准房的话是150到200块钱一晚上。如果是三人房的话，房费差不多是在350左右。咁平，我就住5日都唔系好贵啊，600蚊左右啫喎。阿肥，阿肥，阿肥。啊，严大哥，又系你啊？咩事啊？现在已经是下午6点多了，一般已经是我们吃晚饭的时候了。我带你出去走一走吧。好啊。严大哥，行咗咁耐，行完城楼好攰喎，可唔可以同我安排间酒店啊？唔该。哎呀，真好，真强就一点。啊？希人泰宾馆。酒店喎，嚴大哥，唔係博物館喎，想去客棧。客棧，我都話係酒店啦，咁帶我嚟好似博物館咁嘅客棧做咩啫？錯。